少，因为头先就去咗睇咁啊省港杯咁啊首回合啊喺旺角场踢嘅，咁啊香港队咁啊就暂时凭住啊，咁啊即系陈少君同埋潘佩轩每人一个入球啊，就2-0就领先广东港队啊，咁啊要等翻啊次回合咁啊喺即系广州越秀山踢啊，咁啊先至最终咁啊即系。停办咗几年嘅省港杯，咁啊今届省港杯啊得主会系边个啦？咁啊最后啊，咁啊先播一啲咁啊省港杯啊，咁啊睇嘅时候啊，咁啊拍嗰啲片啦，咁啊今场都几多人睇吓，咁啊旺角场开咗6000几人，咁啊今场都有5067人入场。